人们常说岁月如歌，这首歌不知道传唱了有多少年，也不知道传唱了有多少人。1964年，一位来自河北省平山县的民歌手严三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放声高歌，台下就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共和国的领袖们。这首歌唤起他们对家的记忆，因为他们都曾在平山度过最为难忘的一段岁月。人们又说岁月如河，这条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樊市，流经衡山五台之间，再切穿太行山蜿蜒而下。从高空俯瞰，平山宛如一幅山水画，斜挂在太行山东麓，西与山西为邻，东接浩荡平原。滹沱河八条支流就像展开的八条叶脉，铺满平山，使平山沟渠间土地丰沃，遍布良田。据历史记载，西周时一支白狄族先民就是沿滹沱河谷这条咽喉要道穿越太行进入河北，在这片丘陵沃野之上，他们建立起号称战国第八雄、雄霸燕赵之间200多年的中山古国。如今中山古国虽已渐渐远逝，但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的风骨却在岁月长河中积淀留存。1948年春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前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达平山县西柏坡，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历尽屈辱的中国在这里开始了巨大的历史转折，平山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征途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指挥大决战、筹建新中国的大本营，除了这里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富庶的因素外，更因为平山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中国北方革命斗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我们的故事就从平山革命历史的播活者开始。这六盘从未公开过的录像带是顾繁义亲自拍摄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里面记录着六位老人晚年的回忆。2003年10月份看望的李德仲，这一盘是看望的余光汉和杨春茂。这几位老同志呢都是在年轻的时候跟我姥爷。顾繁义的姥爷厉在温是老人们过去在河北省平山县工作时的同志和战友，他们讲述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危机时刻，为平山的红色历史掀开了壮烈的第一幕。没有28年的党的基础，没有历代文，没有平山川。他回籍的时候呢，
青山现在都发展了有一定的基础了，就是县委同志都好几年了，对对对，已经有三年了，这个当然都一两百人了，好多是也不少，对。在中国北方，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对平山的革命者来说，他们最难忘的革命历程从这里开始。1931年仲夏，在河北省立邢台第四师范就读的余光汉，利用暑假回到家乡平山县霍滨台村，发展同乡好友王宇石、李法庄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建立起平山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霍滨台中心支部。支部书记李法庄是就是我爸爸，成立党支部的时候在村的一个广场上请了六个人参加，有李耀柱、李法庄、张正佩、程逢源、谢一堂、李祖武。80多年前的中国危机重重，就在霍滨台支部成立不久，距平山千里之外的东北，日军侵华918事变爆发，抗日救国的风暴席卷全国，许多平山有志青年都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之中。这个时候呢，就是918事变也发生了，这时候呢，他就想约了几个年少的时候朋友想去参军报国。南方呢不断传来朱毛红军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共产党的主张，他心里头呢就想找共产党。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堂哥就说呢，这个想找共产党，但是不知道怎么找。过了一个星期，他堂哥跟他说，共产党我找到了。其实他的堂哥就是共产党当时余光汉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在他堂哥的介绍下，他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出路。入党了以后呢，成立了第一个这个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他们找了很多书，像共产主义啊、铁流啊、就是共产党宣言啊，这些书就分发给很多人看。然后呢，通过这个读书会，然后呢结交了很多的进步的学生、进步的这个农民呐、这些青年，就把他们吸收到党里来了。只有在共产党后来，两位老人的父辈王昭、李锦亭都成为了平山党组织的中坚力量，实现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1932年，中共平山县委成立时，李锦亭任第一任县委书记，此时平山县的中共支部已有10多个，在20多个村庄学校发展党员100多名。至1934年，平山建立起3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西柏坡正南，这片宽阔水域下面，淹没着平山古镇红紫殿。1935年，由中共平山县委建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平山游击队在这里宣告成立。游击队对外号称红军抗日先遣队第108支队，这一称号既表明这支队伍是抗日的先锋，又寓意梁山坡108条好汉在抗日的大旗下团结聚义，拼死抗敌。108为什么叫108？就说是梁山好汉，不是108将吗？就取这个红军游击支队108支队，发展到30多个人带枪。每年农闲时节，平山百姓都会用跳社戏和霸王鞭的方式来表达对粮食即将丰收的喜悦。
而八十年前，人们庆祝的是平山游击队成立以来的第一场胜利。1935年9月的一天，平山县木盘村一位地主家800多担粮食，突然被108支队的好汉们夺得，分给了附近10里8乡的贫苦农民。这是平山游击队成立以来第一次行动，规模不大，却在河北和山西两省引起震动。来平山指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李华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木盘村分粮震动了全县，老百姓都知道西边山里有了共产党，有了红军。木盘村分粮也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山西阎锡山的《晋阳日报》报道说，平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已由选界之急变成了心腹大患。这一切引起了占据山西的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注意。平山共产党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斗争，阎锡山呢也感到了危机。为什么呢？因为平山呢他接近山西，那接近阎锡山的地盘，如果平山共产党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大，这样呢他势必跨过山西的就和河北的这个边界进到山西。所以阎锡山呢对平山的这个共产党呢他也感到是一种威胁。巧合的是，晋阳日报刊载平山共产党暴动的消息发出时，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刚刚结束了25000里长征。毛泽东凭借着《晋阳日报》等报纸刊载的消息，发现了刘志丹坚守的红色根据地，由此中央红军落脚陕北。3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确实有一个从南方到北方的转移的问题。蒋介石在南方的统治他比较稳定了，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南方的革命形势开始处于低潮。党在北方呢，相反呢，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它是一个心理增长空间。第二个原因呢，30年代中期啊，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高涨，上升，冲突很剧烈。这个时候呢，他为我们党在北方开展工作啊，提供了机会。天津市龙台里19号，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华北的驻地之一。1936年1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从瓦窑堡出发，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刘少奇提出华北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高文华，就是他派我父亲到河北平山指导党的工作。这是李华生第一次踏进平山县南沟村。南沟是个小自然村，村里只有5户人家，除1位姓孙外，其他4户都姓李。这4户是各立炉灶、分居另过的亲兄弟。据以后了解，这4户中就有栗在温、栗正清、栗正民书之3人同时在村参加革命活动。
第一次去街头，利朗呢当时很有警惕，没有见。第二次去了以后，哎，才见到，所以这个警惕性啊也很高啊，对当地的党的情况非常了解，群众的这个根基基础又非常好。平山县党和群众基础好，但1936年前后，平山县党组织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党员到底有多少人，这一直是许多人争论的问题，也是埋在我们心中的疑问。带着这样的疑问，摄制组走进中央档案馆寻求答案。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的平山县档案有三个部分，一部分呢是中央档案，一部分是中央局档案，还有一部分是革命历史资料，有1000多件。经过仔细查找，我们发现了一组写于1944年关于平山党早期组织的文献。这些发黄的毛边纸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见到的平山县建党活动的最早记录。这是中共平山县委早期领导人王昭撰写的平山党史材料。1924年秋，也就是1935年，当时平山的党员有800多，团员有180多，还有这个穷人会会员团员，总数加上的一共有1500多。这份长达40多页的平山县党的发展简史，可能是最早的中共平山县党史。在这份详细记录了平山县党的早期活动的文献上，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字样。哦，在这儿。1935年有党员700余，共青团员200余人，穷人会1000余人。虽然两份文献的具体数字稍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36年前后，平山县中共党员的数量已经有700多人的规模。抗战爆发前，整个华北当时只有5000党员，但是光我们平山就有700多党员，可见当时这个地方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平山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最容易是我们党在那儿开展工作的地方。华北当时是整个抗日呼声最高的地方，它的地理环境呢，它靠着太行山，往这边走又是平原，而且呢，北平、天津啊这些知识分子、党员啊，他们到那儿去开展工作，他进可攻退可守，而且那个地方的农业生活条件还可以，所以在平山地下党员能够占到整个河北的1/7，他啊不是偶然的，他确实有一批是吧平山党的早期领导人在那儿耕耘，在那儿工作的结果。这部拍摄于1950年的电影《白毛女》曾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发生在华北农村的电影故事就在平山县红子店、天贵山等地取景拍摄而成。平山县拍《白毛女》的时候是哪儿？那天贵山。天贵山，这是天贵山，是在这个地方。对，在这个地方一个小山村里头拍的《白毛女》啊。天贵山北麓山脚下，就是栗在温的老家杜家庄南沟村。1926年暑假，在北平上学的栗在温，刚回到家中就失去了父亲。和电影《白毛女》一样，附近村中的恶霸地主伪造地契，夺走了家中的土地。父亲上诉到县衙，反被诬告，悲愤成疾，与世长辞。如此人生巨变，使年轻的栗在温猛然惊醒。1927年4月，中共重要领导人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消息传来，曾追随他参加过学生运动的栗在温被烈士的精神所感染，
在1927年5月26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天距离大昭就义仅仅28天。这一年栗在温只有19岁，是平山籍第一个共产党员。在随后的日子里，栗在温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秘书、河北省委秘书长、山西特委书记，辗转于北平、天津、太原、大同、平山等地，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底，栗在温回到平山，马上和余光汉、王昭、李法庄等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并参与中共平山县委的领导工作，曾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具有丰富革命阅历的栗在温被大家尊敬地称作大共产党。栗在温提出党要面向农民敞开大门，发展党员以这个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在这栗在温的带动和影响下，平山党组织发展非常快。1934到1935短短一年时间内，党的支部从40多个发展到70多个，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700多人。平山回社镇田家油坊是栗在温和王昭等人发展党员的秘密联络点。一天，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西木”“刀口”等字样。实际上，“西木”是栗在温的“栗”字，“刀口”是王昭的“昭”字的缩写。我父亲就感觉到问题不对，把这个姓田的这个人找来谈话。这个栗白就说他一定是叛变了。刚说了没有几句话的时候，这个姓田大哭，就说呢被敌人抓住之后受不住，派回来准备是做内应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咱们发现了。1935年中秋，一个更大的危险向平山地下党组织悄然袭来。平山游击队首任队长、中共纪习特委书记张惠森叛变投敌，第二次来平山的李华生正好经历了这危险时刻。吴静跟我提过这么一个插曲，当地党的领导人里出了叛徒，这叛徒当时是说呢，来街头说要开会，当时的情况也很危急，如果街头对上暗号了，这个贸然的过去就被敌人一网打尽。他先跟李在文一个姓，说我这闹到好多武器，哪一天晚上去接我？李在文要经验了，要经验了，你说的是闹到武器了吗？你不可能。说到这个接头地点去接头啊，但是还离着半里地、一里地的地方，大家都埋伏下来了，就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就发现啊，这个脚步啊非常嘈杂，不是一两个人，是很多人。派了几个党员下去一看，拉下来，哎呀呀的，好多保安队，撒腿就跑。但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刚刚建立的统管平山、怀路、井陉、灵寿一带党的领导机构直系工委，遭到严重破坏。组织部长贾良田不幸被捕，面对叛徒张惠森和国民党敌人的威逼利诱，贾良田大义凛然，英勇就义。他和此前在保定二师学潮中牺牲的胞弟贾良图烈士并称贾氏双杰，被人们永久的纪念。接踵而来，就在贾良田牺牲这一年，李华生在平山结识的第一位朋友，曾任共青团平山县委书记、中共平山县委委员的栗正清，在1936年底牺牲于天津的日本监狱，年仅20岁。我爸他们在家里，他在读他的信的时候，家里人都在哭。我奶奶啊，
马他们停，我们那时候不懂，就在旁边停着去。后来才知道，就是他在天津已经被人抓起来了，打得他遍体鳞伤。大概1937年的那个金矿以后，就再没音信，最后是这种遗体没看着过。这是栗在温牺牲的第一个侄子，他的另外一个侄子也在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建国以后担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李华生，在家中见到了老战友栗在温，重提往事，他还为自己没有看透叛徒张惠森的真实面目而后悔不已，同时也挂念着他从平山返回天津前栗在温曾经借给他的100多块大洋的路费。栗在温说，借债还钱理所当然，为革命我死了2个侄子，老李呀，你先还我的2个侄子吧，钱不要再提了。两位老战友紧握双手，泪流满面。山西省定襄县河边村的这座建筑群，原属五台县，是统治山西近40年的阎锡山的故居。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他从这里发出一道指令，要求对陕北实行经济封锁，同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是阎锡山万万没有想到，由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东征部队，在1936年2月20日一夜之间，就突破了他精心布置的黄河防御工事。而且更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他最为放心靠近河北的晋东地区也出了问题。群山纵横、峰回路转的这段道路名叫18盘，是河北由平山通往山西的重要通道。沿18盘盘旋而下，平山境内第一个比较大的村镇名叫下口镇，意思是18盘下第一关口。1936年3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刚过第10天，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加强太行山活动，从东面威胁太原，扰乱敌人部署，策应红军东征的指示，栗在温和游击队新任队长江占春带领队伍火速赶往下口镇，发起了史称下口砸盐店的武装暴动。这是一场精心设计但力量悬殊的行动。混战之中，游击队副队长傅喜祥、队员傅兴子、张吉三人受伤被俘，他们被疯狂报复的恶霸盐商吊在大槐树上，先砍断脚跟，后割去双耳，最终挖去双眼，三位年轻人就这样悲壮牺牲。当时呢，游击队被打散了，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实际上，因为我们河北平山，是和这个阎锡山的老家五台是紧邻县，只有这样打动了他的后方，他才能够调部队过来，减轻红军东征的压力。下口砸盐店暴动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这一仗，平山游击队虽付出血的代价，但却使阎锡山大受震动。他意识到，
眼前平山共产党的活动给山西带来抵近的威胁，于是阎锡山调来大量兵力加强太行山沿线的防守。不久，国民党53军也奉命进驻平山，追捕游击队和共产党员。大敌当前，游击队化整为零，退守太行山中，坚持游击斗争。栗在温由于身份暴露，中共中央北方局把他调往山西工作。临行前，栗在温和妻子照了一张合影，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1937年7月7日，距平山不到300公里的北京市郊卢沟桥附近，突然响起了枪炮声，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也在太原澄城中学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华北各地方党的组织，大力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提出，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衫去打游击战，今后华北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他还要求华北各地党组织要在3个月内扩红10万，为此派出了大批有经验的革命干部。据当时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彭德回忆，就是这时派赴华北各地的干部来北方局街头开会谈话的很多。刘少奇和这些干部谈话一谈就是一晚上。那么栗在温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回平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是平山早期革命者之一，曾担任农业部领导的韩一军，抗战期间担任平山县议会议长和民运部长。老人清楚地记得1937年8月中旬，当时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协助杨尚昆工作的栗在温从太原写信给他，请他们到太原汇报工作。韩一军回忆说，北方局的同志指着地图讲了卢沟桥事变后的战场形势，说虽然平型关我们打了个大胜仗，但是敌人来势凶猛，一旦心口失守，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就很危险，你们得赶快回去，尽快把党组织恢复起来，准备迎接八路军。为稳定自己的后方，阎锡山派出自己的高级参议张岳山赶到下口镇，与以王昭为首的平山县共产党人进行谈判。这个谈判进行了多次，先是在下口栗建周开的药铺中接头，后来又移到柏树庄商谈，事情进行得很机密。然而当战火逐步向平山逼近时，国民党阎锡山守军却逐步向山西退却，双方合作无果而终，平山红子店气氛日益紧张。国民党的军队啊，大批的撤退，经过红子店。红子店在我现在的下口，过了下口就是盂县市，哎，都是很多部队都是退下来，装备很精，很不错。但是啊，不能打仗，而且扰民扰得厉害，所以老百姓很怕这个国民党军来过。红子店
是林永庆老人的出生地。抗战爆发时，他还只是镇上一家饭店的小伙计。国民党军队向山西败退不久，又有一支队伍从他们相反的方向开进了红子店。到红子店以后，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不入民宅，露宿街头。那已经十月开始啊，一个晚上有点秋凉了，但是都在街上睡觉，每个人都有一个南方那个竹子草帽，穿草鞋，衣服都比较陈旧，被窝的更差劲儿啊，装备都不行，就在街上这。李永庆所看到的是来平山扩红补充兵员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战地工作服务团，带队的将领是副旅长王震。就讲这个全面抗战，怎么现在不当亡国奴啊？怎么好难上战场讲话？我亲自听着他讲话，他讲话是那里就是白沫还讲的非常好，还讲的很动人。说这个事儿，我就想着比较啊，真正的抗日队伍是老红军。此时，栗载温、李德仲等人已从山西返回平山，组建了中共冀西特委，投入到配合八路军工作团进行扩军的工作中。这平山党的基础呢，发挥了它的作用。什么作用呢？老基础的作用。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建设没有这个党的这个基础，不可能马上就扩一个西团、平山团。对。很快呀、啊。开始700多人，王震不干。王震说：“700人，我这一个团还不够，再扩大，再过700多人，不到800人，780多人。”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你父亲到村里头一说呀，人一说呀，人就很快就搞起来了。谁都没有想到，仅用1个月零3天，一直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独立团就正式成立。后来，这支部队转战晋西北南泥湾大生产，南征北返，解放战争进军大西北，驻屯新疆边陲。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声名显赫的劲旅。平山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短时间内就组织起整建制一个团的抗日队伍，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壮举。平山团成立不久，八路军第115师政训部主任罗荣桓也率部来到了平山。在他的建议下，平山报请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成为中共在华北首批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之一。这都是刘少奇10月16号就给他们指示，日本这面打过来了，国民党退走了，所以我们共产党就利用这个机会来组织群众成立这个公开的机构，就是政权嘛，就是标明我们中国人的政权还在。第二天，罗荣桓在听取栗载温汇报时还专门讲到了军队问题。他说，你们这里地下党的基础很好，文化素质也比较高，能不能帮助我们增加一些知识分子？栗载温问道：“需要多少？”罗荣桓回答：“10来个吧，当然，多多益善。”在当时，要动员这么多有文化的人参军，并非易事。但在栗载温、王昭等人的努力下，仅用半个月，他们就输送了100多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他们大都成为第115师的骨干。我一个李永业吧，绕过平山城，但是参加的部队
是号称一五师游击第一大队，教导员是平山县委书记，当时对外公开的名称叫做抗日救国促进会。在中央档案馆，我们发现了1937年12月28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平发给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的汇报电文。电文中说，平山游击军第一大队人300名，枪20支，全部拨给曾营。这里的曾营就是张平参加的后来成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的曾国华支队。我才用这个部队横能打仗，一五师6852师1852师2营，曾国华的营长，但是一参军太小，人家不让我到连队，就又当勤务兵，给曾国华当勤务兵。后来谢晋武和张平都追随这支英雄的部队，挺进冀鲁边建立抗日根据地，屡建功勋。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很多同年参军的平山战友们在8年抗战中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38年六国九团打外线的时候，实际上平山最多，大进城区，在这个南城墙里边有个大水坑，日本鬼子扫尸反击，牺牲人最多，大部分是平山人。平山人的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在民族危亡之际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平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太行山区县也逐渐广为人知。延安1938年9月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到抗大演讲之后，与曾经担任过中共平山县委书记的执勤队长曹木尧随意聊了起来。他就和周围的人聊天，谈谈情况。他还一和我聊天，一问听我是北方人，他很奇怪，因为当时在抗大当队长的都是红军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没有北方人。他说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是河北省平山县。哦，平山县。这时，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彭真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都驻扎平山县。毛泽东和曹木尧的这番谈话愈发深入起来。他就是正想打听咱平山县那里情况，问问这个党的力量、群众条件、自然环境。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平山县呀，骨头和盐啊，物产比较丰富，所以那地方的时候啊，这个能够供给这个部队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领导机关都住到那地方。聂荣臻说平山县是侦察局的乌克兰，乌克兰是苏联的大粮仓。聂荣臻司令员的意思就是说平山县是咱们侦察局边区的大粮仓。给毛主席汇报了那些情况以后，毛主席就问了，说哎呀，你对平山这样熟悉呀，你对平山以前干啥嘞？我就给主席讲了，我说我来延安之前嘞，在平山担任中共县委书记。毛主席点点头。其实早在1936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后来曾经担任绥德地委宣传部长的李华生，就曾辗转来到陕北，向毛泽东汇报过平山的工作。跟毛主席汇报过咱们平山和直南的这个，当时叫做直南暴动啊，还有平山党的情况。毛主席很风趣，跟他们说这个，你们是18路诸侯的一路，毛主席跟我父亲讲，我父亲呢，提到这个呢，还是很这个自豪的啊，得到了这个毛主席的，肯定啊。1940年，时任晋察冀四分区地委书记的栗载温离开平山，和晋察冀晋冀鲁豫
100多位将要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们一起向延安进发。临出发前，栗载温向边区党委建议，由年仅23岁的副书记王钊接替他的职务。当时有人认为，王钊工作经历短，经验不足，但经栗载温耐心说服，最后仍确定王钊任4分区地委书记。后来，王钊在党政军各领域都卓有建树，历任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之一。后来，栗载温去看望原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刘兰涛时，老首长拉着他的手说：“从现在来看，你当时选王钊任地委书记，是选对了。”1949年10月1日，余光汉、栗载温、王钊这些平山的拨火者们，在北京共同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不朽贡献被铭记在西柏坡纪念馆第一展厅的序言里。短短的几句话，凝聚了一段历史，足以使人感到骄傲与自豪。滹沱河水长又长，哥哥在山上放羊羊，这山望着那山，十里八村都听见，都听见。马家里星星一颗颗明，大山里藏着那八路军，石寥寥开花儿一瓣瓣红，西柏坡来了毛泽东。东方红，东方。